恭请总统致辞。立法院韩国瑜院长、国安会吴钊燮秘书长、高雄市陈其迈市长、国防部顾立雄部长、陆军官校余建峰校长、各位立法委员、各国驻台使节代表以及武官、友邦军校校长、各位退役将领、陆官历任校长、师长、校友、现场所有贵宾、同学，好，大家好。部内请少息，请少息。好，谢谢。金鹏陆军官校百年校庆，能够以中华民国三军统帅的身份来主持百年庆典，我深感荣幸。在这个具有历史意义的日子里，我们聚在一起，不仅仅是来纪念这所著名军校百年来炼铁成钢，打造一支又一支的钢铁劲旅，在国家最需要的时候捍卫国家的生存发展，更是要对所有曾经在此学习成长并为国家和人民做出卓越贡献的陆官人表达敬意。各位同学，在刚刚的阅兵以及分列式中，每一个人士气高昂，可以看得出平时的训练精神令人赞赏。我谨代表国家衷心祝福，也衷心感谢，祝福陆军官校百岁生日快乐，校运昌隆，迎接更辉煌的百年。陆军官校成立之时，是国家危亡国事内外交迫之际，当时走进陆官的年轻人满腔热血，为民有、民治、民享的民主共和国踏上东征、北伐、剿共、抗战的征途，展现出不怕苦、不怕难、不怕死的大无畏精神，战功彪炳。然而却也在后续的国共内战中失利。民国38年，政府过迁来台，隔年陆军官校于凤山复校，军民更团结一致，打过823等战役，成功守护台湾。近年来，在大大小小的天灾地变中，军爱民，民敬军，军民一家亲，在历史上一次又一次的生死与共里，中华民国也已经在台澎金马落地生根，陆军官校更在凤山开枝散叶。因此100年来，纵使历史景物场景物换星移，但我们坚定的确信，中华民国在哪里，黄埔精神就在那里，在这里。在这里，凤山训练聚往开来，在这里，黄埔精神扎根茁壮，在这里，秉持为中华民国生存发展而战，为台澎金马百姓安全福祉而战的才是真陆官，没有这份雄心壮志就是假黄埔。当前台海的和平稳定不仅仅受到国际社会的关注，也是全球安全和繁荣必要的元素。在陆军官校举行百年校庆的此时，全体师生应该要体认新时代的挑战和使命。最大的挑战是面对中国强势崛起，迫害台海现状，
是并吞台湾、消灭中华民国、维持民主大业之伟大复兴。最高的使命是勇敢承担起守护台湾、维护台海和平稳定的重责大任。各位同学，你们选择加入陆军官校，表示你们对国家有使命感，选择接受最严格的训练，表示你们有勇气接受挑战，你们选择走一条艰辛的道路，更显示你们有能力承担大任。因此，在历史性的时刻，我对各位同学提出三点勉励。第一点，深刻体会牺牲、团结、负责的历史意义。陆官是未来军官的摇篮，培育国军将校的基石。各位同学，都是国军的未来，也是国家的未来。我希望大家对同袍亲爱，自我要求精诚，对人民亲爱，对国家忠诚，在从军的道路上精益求精，持续提升专业技能和品德，让自己成为引文引武、素德兼备的军事领导人才。同时要贯彻不计死生、以寡敌众、义共患难、志同生死，以及保家卫国、始终如一的决心。只要你们的实力越来越强，国家就会越壮大。你们越是沉着坚定，国家就越能自信前进。我对各位同学的第二点勉励是全心全力奉献给国家人民。国军的属性随着国家发展不断转型，从党军到国军，从革命军到专业军，从为总理而战到为国家人民而战。百年后的今天，陆官人不是革命军，而是属于人民的军队。当前的国军更不属于任何个人或党派，而是效忠国家、效忠人民、效忠民主。各位同学，与同袍要如手如足、无私无我，对人民要亲民、爱民、服务人民、保护人民，将自己奉献给人民，绝不辜负人民对我们的期待。我的第三点勉励是捍卫国家主权。有主权才有国家，有台湾才有中华民国。各位投身陆军官校，就是将保卫国家的重责大任扛在自己的肩上。我们绝不能够敌我不分，也不能够敌友不分，更不能够接受首战及中战的投降主义。军人是国家忠诚的守卫者，是国人的依赖，国家的骄傲。我希望各位坚守国军的信念，务必要维护自由民主的宪政体制，坚持中华民国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互不隶属，坚持捍卫国家主权不容侵犯并吞，确保中华民国台湾的前途由2300万人民共同决定。让我们一起捍卫国家主权，
维护国家尊严，为国家带来光荣与繁荣。身为总统以及三军统帅，我的责任就是带领国家团结国人，共同守护台湾，促进民主、和平、繁荣。我会积极落实和平四大支柱行动方案，强化国防力量，建构经济安全，展现稳定而有原则的两岸关系领导能力，以及推动价值外交，跟全球民主国家肩并肩站在一起，共同发挥威慑力量，避免战争发生，以备战来避战，靠实力达到和平，创造繁荣发展。从520就任到现在，我已经陆续到各部队了解任务执行的状况，关心国军弟兄姐妹的各项需求。未来我会持续推动国防改革，也会要求军事训练符合世界科技发展的趋势，持续提升整体战力，让国家安全获得完整的保障。我也要让国军在保卫国家的同时没有后顾之忧，我会将照顾军人的生活与尊严放在国防改革的重要位置，也会团结所有国人的力量，一起做国军的后盾。最后，让我们共同为打造现代化、智慧化、专业化的劲旅而努力，为守护国家主权、民主、自由、人权的价值而打拼，我们一起加油！谢谢大家，谢谢。太阳星全校克斐尔益生菌，我吃了两三天，最明显的感觉是睡眠品质竟然变好了。睡得好，让我整个人工作更专注，心情也变得更稳定更好。因为太阳星全校克斐尔益生菌，才让我认识到克斐尔益生菌，它是由多支菌种的益生菌所组合而成，不仅能够维护消化道机能正常运作，还拥有多种有益健康的保健功能，相当强大。你知道吗？有台大教授专门研究它，称它是神仙的礼物。上千篇的国际研究证实，克斐尔益生菌不仅帮助肠道健康，肠道菌透过肠脑轴影响全身器官，所以维持肠道菌丛的平衡是解锁身体健康、精神健康的钥匙。对帮助睡眠、维持好情绪真的很有感，也因为这不是药，有季节敏感、代谢困扰、关心恶性细胞风险的好朋友，选择太阳星全效克斐尔益生菌，做好日常的保养，身体健康没负担。每日克斐尔，时刻美好 ，Good feel feel good。请上快点购健康下单，输入推荐代码有额外的折扣。